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到我的好物分享系列啦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爱用的三个好物哦。第一个，粉刺针啦。没有用过粉刺针的姐妹们呢，你们要么拥有一个脸都是闭口粉刺的脸，要么就是拥有一个非常细腻光滑让人家羡慕的肌肤。很可惜，我就是那种混干皮，所以我常常会在下巴、额头或者是鼻翼处呢拥有非常多的闭口粉刺，所以呢，粉刺针我就离不开它。那么粉刺针到底具体怎么用呢？在用之前，我先教你们怎么选择一个好的粉刺针吧。选择一个好的粉刺针呢，你要注重一个要点就好了，那就是它的铁环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铁环。我们在选择粉刺针上面呢，一定务必要选择它铁环是非常的细的。市面上有非常多粉刺针，可是粉刺针的铁环呢，基本上都非常的厚。当那些铁环非常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毛孔这么小，这么厚的粉刺针，它不仅仅不能搭个到毛孔里面的毒塞物，还会弄痛你的皮肤啊。那么如何使用粉刺针呢？方法十分之简单。在使用粉刺针之前呢，你要确保你的毛孔里面的毒塞物已经被软化了。像我这种混干皮呢，我一周至少会刷酸两。这三次，市面上含有很多自动产品都是含有酸的，很多人一听到酸他就已经闻风丧胆，他就怕腐蚀掉他的脸。其实不是的，只要你选择好的配方的酸呢，它不仅仅能够软化毛孔里面的毒塞物呢，它还可以帮助你收束毛孔，去黄提亮哦。像我这个手头上 Angel 品牌的 Refining Pad 呢，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晚上洗完脸之后呢，打开一片8×8这么大的一个面积，你可以全脸轻轻擦拭，然后敷在拥有闭口粉刺的地方，比如说这里有痘痘，你就直接敷上去就好了。所以敷的这个过程中呢，它可以帮助你疏通跟软化毛孔里面的毒塞物。那么你连续用了2至3天之后呢，隔天的早上洗完脸之后呢，只要用粉刺的轻轻一刮，你就会发现到毛孔里面的毒塞物像牙膏这样完全挤出来了。挤完毛孔里面的肮脏物之后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舒缓修复受损肌肤，所以要做的就是选择一款温和的补水保湿爽肤水 serum 跟 moisturizer 就好啦。像我手头上的这个粉刺针呢，是玫瑰金的，质地还非常的好，用起来有一种贵妇太太的感觉。要购买的朋友们呢，会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bar， 你们自己去 check out 就可以啦。第二个产品就是我最近超级爱用的唇蜜，来自 Kelly Cosmetic 啦。 Kelly Cosmetic 终于进军马来西亚啦，在各大 Sephora online 跟 offline 都可以购买得到。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他们的唇蜜。它的唇蜜呢，我用过市面上非常多不同的口红，通常这种糯糯的质地呢，一涂上去大概5分钟之后呢，它会氧化，一氧化的唇蜜呢，它颜色就越来越深。可是他们家的唇蜜呢，涂给大家看，看得出吗？上半部是没有涂的，下半部是涂的。你发现到一涂完之后呢，我的下半部的嘴唇的颜色是非常的粉嫩的。这种粉嫩的颜色呢，可以持久一整天。所以不管你的唇部的颜色多么深也好，你一涂上去就是这个颜色。涂完之后，你有发现到我根本就是一个嫩妹啊，就是那种非常嫩的嘴巴子颜色。我最近超级爱用这种嫩嫩的颜色，我比较不喜欢用那种非常浓厚的 color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找这种非常嫩，可是显色度非常中的唇蜜呢，就选择他们家的。好啦，最后一个好物分享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来自 Julia 新出的脱毛衣啦。就是这个 A10， 之前我为大家介绍过他们另外一个脱毛衣，就是我手头上的另外一个 A3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。你会发现到一小一大，在外观上的新出的脱毛衣都大了一圈了，无论是体积、负面程度都大了一圈。机器是越做越小的，这么他们竟然要做这样大。过我发现到原来啊，大有大的好啊，它有4个升级功效哦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 A3 呢，你会发现到它只有单管灯管，而这个 A10 呢，它有双灯管，意味着每一次你一射呢，它的覆盖面积更广，脱毛效果更加的显著。接下来呢，他们还提升了智能肤色识别系统，意味着如果你的皮肤颜色会比较黑的话呢，它就会自动停止打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的皮肤颜色会比较黑的话，高能量高光源呢会伤害皮肤。为了确保皮肤的安全呢，它会自动关闭，如果它 detect 到你皮肤颜色特别深，或者是它 detect 到打肚子类等等。第三点呢，它还提升了它的蓝宝石冰点技术，即使使用长达30分钟呢，它还可以确保温度持续保持在16度，不会让你皮肤过烫，在使用过程中拥有舒服的体验。第四点呢，它还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式，就是 Super Hair Remover。
很多粉丝朋友们就问我，到底优兰的脱毛用什么原理来脱毛？它名家用的就是 IPL 原理啊，就是那种脉冲光原理。这个脉冲光呢，可以穿透表皮层，直达你的黑色毛囊。这黑色毛囊吸收了光之后呢，它就会转换成热能，使毛发越来越细，慢慢脱落。然后这个 Super Hair Remover 呢，超级适合那种懒惰每周去脱毛的人，可以直达更深入的毛囊，可以让你的脱毛的效果呢非常持久。这款 Air10 脱毛仪呢，是你脱毛的不二选择，它可以智能的保护你皮肤之余呢，还可以快速见效啊！现在购买这个 You Like 的 Air10 呢，有优惠，有买一送八，仅限十天而已，首十位下单送你价值499的小台灯。领取下方的这个 code 呢，还可以折扣200利息哦。十天后优惠结束，只折扣 RM80， 买一送六，记得下单备注 Angel 哦。Lazada、Shopee 都可以哦，还在等什么？赶紧买起来吧！